来说还是发挥不错吧，因为啊，所以我上场的时候已经队友已经帮我建立2-0领先的优势，所以对于我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小。其实这几届亚运会决赛都是跟韩国队，韩国也非常这种一直以来这种啊非常有拼劲儿，这种战斗力也非常强。包括今天他们对伊朗的时候，前两场也都是这种3-2打到最关键的时刻赢下来。我相信，对于他们来说肯定会去全力以赴。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上场的人，然后做好自己吧。